零，雨字头要写的宽扁一点。注意，这个是微微向左下方斜的。顿一下，勾过来，方向跟这个要有个变化。竖画垂直，四个点往中间靠。口不要写大，要小一点。所以几个口。要写的紧凑、短小一点。下面这个横应该是左低右高，顺着往右上方斜的。竖画要垂直，四个点离中间的竖笔画要近，最后一个横画要稍微长一点。所以长短变化，这个雨字头要宽一点。我们看一下下面这部分的话，往左上方靠，一，手点居中，横画左低右高，要短，这个撇起比较尖。手比较尖，注意要向下直的竖画，在撇的中间偏下起笔，这个竖也是一样。注意这两个空间不要太大。和间距相等，要短一点。注意卧钩的起笔对准这个竖的下方，上去。凡是写新字体的时候，它都在字的下方偏右一点，不能在正下方。卧钩不要写太大。五，下面这个横略微长一点。竖画间距基本相等。四个点，注意离这个横画要近，间距基本相等，横画长短有别。下撇，竖画在撇画中间偏下，右部这个撇要高于左部。横撇不要写太大，短小。这个口，注意要写的宽扁一点。中间这个竖画要写的垂直。弯钩，对，轻入笔。到这边顿完之后勾出去，撇尽量往上面靠。上紧下松，这个撇离这个横的竖比较近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
要长一点，要高低，要有错位。